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刺客教条：枭雄》。我有办法放弃之类的吗？好像没有重玩耶。好像没有重玩欸，要整个玩完才有办法重玩。算了啦，就这样吧。不错，当时一英镑还不错吧？不晓得哟，当时一英镑多少？那我的车嘞？走啊！应观众要求，可是没有办法重玩啊。等一下，就是送命。我好像失败了耶，我失败了，对不对？意外的可以重玩，电击弹嘛。可是电击弹是杀伤欸。我还杀到一个平民。我不敢靠太近，我怕我又不小心杀错。好，他跑了。谁呀？车好近，好近，好近！等一下，跑单去追他，不是麻痹，是伤害，电击弹伤害。哎，上次我觉得是麻痹的时候，你不是还跟我说是伤害吗？看来是不要到车顶上跟他们枪战好，
不符合我的风格。啊，这么快！三型左轮手枪，阿格斯与罗斯巴特里。我记得我现在的枪很强，那个三型左轮手枪应该不怎么样。哎，我装的是这一把吗？哦，这么强哦，三型左轮手枪这么强哦，我还以为它不怎么样哎，我错了。升级。难怪刚刚打头只有一半，只有扣一半的血，原来是因为我没有换枪。小弟补刀，我让给他的，避免他那个，就是他可能觉得都是我打的，他会 不太开心，所以我把头给他。哪天去罗莎玩？去欧洲很贵呢。那我去看那个福尔摩斯，都是差那个里面的景色，感觉很棒。那个三型主人手枪比雷神还强哎！刚那个数字啊，比较强当然是只能装比较强的咯。刚开始逛街的时候，总是会解开很多新地点。等遍知名实况主，就来实况英国游。现在还要等很久很久以后。其中一个目标使用掩体刺杀。掩体刺杀哦。传说的死亡转角。错过机会了。
哇，我觉得他说不定会走回来。Take a load off at the bed and bottle. Once you come, you'll never want to leave. 走回来吧，走回来，走回来。Rest your weary heads at our wonderful inn. The bed and bottle welcomes all. 好了，另外一个就暴徒模式。这样还没有双重击杀成功哦。原来的以后比较强，比较难打。顺手带走宝箱。还有碎片，不能跳。难道这个碎片是要这样吃的吗？不是。那我猜是这样。不行哦。跑去哪？树上吗？对，这个方向好像也是有可能。怎么跳下来？从上射再降落，挂高空然后跳下来了。好，这样应该可以。哎，其实不用降落，直接就吃得到。
成功攻下一半。是在哪？难道贴在这么高吗？应该不至于吧。哦，在这。再来这个吧。在去之前来截一台马车好了。哎，不是截马车，这是运送。烦了吧？哎，对，运送太远了吗？耽误。我想，说不定我可以中途跑去爬那个塔。啊！我射到我的同伴。谁？希望不会因此离马车太远。这里还会被人家找到，还有人要开枪打我。想要把马车开走，想得美。要解开新的地点了。来吧，最后一站。
你去打我啊。资料，资料。哎，这边居然还有一个。车，海超说不定正好可以拿来抓犯人，希望他不会消失。啊，忘记先看爱什么的。好像没有叫爱什么的，在干嘛？基亚伯特，看一下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是基亚伯特。基亚伯特·佛勒，排行第十二的老妖。基尔伯特几乎完全被忽略，连受洗名都没有。在他14岁那年，弗勒12号日后自称基尔伯特，上了街头闯名堂。没有正式的教育，基尔伯特不会阅读，怀恨忽略他的家人。基尔伯特烧毁印刷厂来宣泄。最后目的地点在斯特兰德的出版社附近，寻找原因是破坏财产。这一次比较符合。巧巧的杀了你后面两个人，然后把你带走。Keep quiet, Mr. Fowler. Hush now. Now let me go, will you? This is a smart way. Apologies, but the sergeant wants a word. It's about burning down print houses. I know. It was a terrible idea. Oi! Someone get me out of here! 你就到监狱里去后悔吧。我全部追捕完，应该就可以拿到那把
自动枪啊。猎杀彼得尼迪汉。猎杀。彼得尼迪汉。最后目击地点在河岸街的公共广场。孩提时期彼得就对古代希腊罗马神话深深着迷，尼迪汉将阿基里斯的渴望牢记脑海，并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位名垂千古的人。由于他想让伟大的尼迪汉成为伦敦所有人口耳相传的传奇故事，因此他决定炸掉伦敦的街道，以便进入城市下方的巨大遗迹。什么跟什么？他不用再进入遗迹了，他光是炸掉伦敦街道就已经会留下他的记录了。什么？我在吓坏人，嚼这么巨，哎呦，好痛！我去买一下消耗品好了，觉得快用完了。为什么我觉得钱都上不来？之前赚钱很容易，现在突然赚钱变得好困难。谁啊？还是警察哎、欸！用炸弹。炸药看起来地上蛮多炸药的，那我先到高处，然后在上面用枪瞄准它附近的炸药，把它炸掉。